还吃夜宵呢，现在才几点？现在晚上11点了，还吃夜宵。在吃饭，现在就是在吃东西，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没吃，对，买了都冷掉了。哎呦，我的章鱼。对，这是章鱼小丸子。我刚才已经吃过了，加热过了。都加热过了，凉了也就吃呗。普通的章鱼，难道还有不普通的章鱼吗？没有不普通的吧。都只有普通的，就直播一会儿，累了人。眼镜是五折的，对，眼镜是五折。你的在这儿，你的最后还是带了五折的。因为我可能不太适合你那一款，在我眼就是我脸型可能不太适合。那眼镜跟未接来电不太一样，还是有区别的。那个未接来电的会比较窄，但这个今天戴的会比较宽一点。这不戴不行啊！你看我眼睛都肿了，心情极差。你说呢？还能有因为什么？本来就心情很差，下午我们还去了医院，结果呢？结果被刺激到了。被谁刺激了？哼！鱼的护，就我一被刺激，本来心情就不好，还刺激，刺激一下，发疯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真的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吗？对。就很突然呗，就真的是人就是突然到一种极限。我去调监控了。哎，那个心里没有监控，没有监控嘛？就那小房间没有监控。好的，居然没有目睹，太可惜了，不是？所以不要在我心想知道对面是什么反应，估计都懵掉。就是你们不知道发疯，就是人发疯起来是什么样的，但我也没这么夸张，我就大概就是夸张了一点说的，但的确很反常，就是我从来都不会这样，就是不能随便，也不是说不能随便，也不会有人来刺激我，但是真的人本来就不太行，还刺激一下，让我来刺激刺激你。哎，我好想把这个。不用了，看看你现在什么样。哎，你这个样子，你粉丝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太搞笑，知道就怪了，笑死！哎，我刚刚要说什么东西，我都忘了。我眼泪，哦，不是眼泪，我眼睛有点红红，酸，最主要是可能是用眼过度了。就千万不要在别人。就是，也不是说心情不好吧，也不知道心情，就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刺激别人，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？比如呢？卡，我还以为没有，但上面也在说卡呀，上面也在卡呀。我还以为 close your house。
烧这么早。这个是那个什么芝士的什么丸子之类的东西吧。武哲后面不是跟我进来，不是看到跟我安慰，也不是跟我安慰什么，我在说什么玩意儿，又和我说那天他觉得是我的神经绷得太紧了最近，但我神经一直都绷得很紧。嗯，你还说今晚住院呢，今晚住院，我就想着我这个眼睛肿，我都不知道该咋跳，唉。最搞笑的是，我们看到一张反，也不是反图，一张动图吧。我和武哲两个人在边上，不是要牵着他吗？牵着张嘉蕊，然后他在中间，他那个就是超话里面一个动图啊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手已经拿出来，然后啊，我们拿剑好像要就是要甩一下，就是感觉像打斗一样。他在中间扭捏，就是在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。对，就是坏女人的那种样子，她就说啊，要选哪一个，就这样子，那个表情就好想揍她，但是很适合，真的好适合。哎，她真的完全都不用怎么做，她就是很适合，一下子就到位了，太搞笑了。嗯，对，太搞笑了，我都。我们这个反正玛利亚这首歌反正我也没跳过，副歌也没有录，我说下次我要跳的时候我再正常录一下，就录了自己部分的那分词。我还没跳过玛利亚，这么冰，什么烤冷面？什么料？没有烤冷面啊，这边哪里有烤冷面？这里没有烤冷面，这是你的我的，反正都已经没有了。我要跟他们喝。啊，你们喝掉了？吃了。是不是还可以在那个倒进？嗯，我又买了一个，我买了两个。嗯，那我想喝就摇，吓人！不行，今天看直播，我去翻牌。有纸吧？好像没有纸，好像有纸。哎，看看眼镜在干嘛？看一下。哎，你咋不看看我在干嘛？你不是在旁边吗？那你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我有毒啊！好吧，那就勉强看，先看看眼镜吧。蛋挞吃了，正好一个是鹅肝的，还有鱼子上面，真的是，这鱼子有点腥。我进了十秒，你听我说一句人话，一直在真的，好的吧，我关掉了。什么需要被夸耀？哎，他眼镜不太咬，你没戴？这就是他的眼镜啊。对啊，我觉得眼镜不错。那你咋去别人那边回，也不去我这边来留一个言呢？你怕啥？哈哈哈！你不是在这儿吗？小孩已经够黑了，还给他整黑的上面。那你别讲，哎、小白还挺像的。我没看到。小白是最像的一个。你今天喝五折。今天啥呀？哎。考拉。嗯。今天五折就是。什么天草？在弄那个衣服。在吃粑粑，不是。长颈鹿是谁？是我吗？长颈鹿也太胖，肥胖的。那不知道说什么。你大爷在看我。哎呀，不要老是想着我，我
不要。他又说什么？应援发圈要，那还是要。不连麦，连麦的话会那个。要哪个颜色？那边听声音，这边听声音很麻烦，反正这样也能听到。你们要不一人一个不一样的颜色？有什么颜色？我看有橙色跟蓝色。我要蓝色。我要橙色。看一下，这带货呢，你看带货直播呢，让我看看。哇，你直接连麦不就好了？不连不连，太麻烦了，连了。我今天才买了十，要你要你。我今天才买了好多双袜子，我现在连逛淘宝的时间都没有。别问我冷不冷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时间买衣服，懂吗？就感觉像带货，什么装？嗯，叫不起。哎，买一副牌打牌了，我要，无聊。嗯，快点打一把紧张刺激的斗地主。斗地主。那输的人要干嘛呢？那我们就只能用厉害的，嗯，什么模式了？托管模式有什么用？掉线模式。刚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默默，还有看到 Taco。 我就直播到十一点，那还有两分钟。因为我吃完了，马上我要楼上去卸妆了。我那个眼睛撑不住了，苍苍的眼睛。我一想到摸鱼，嗯，又想洗个抖音，嗯，哎，今天，嗯，今天，哎，我本来以为我听到那种就是，嗯，怎么说呢？你今天工资扣完了吗？工资？嗯、为什么？为什么扣完？我没有工资。那你崩溃干嘛？我没有工资啊，我都不在乎他扣不扣啊。我哭是因为。我想要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嗯，解决方式没解决好。我觉得，所以我觉得很难受。我觉得我准备了那么久，也不是说准备了，就是等到了这么一天，结果还这样，心情就很累。让我们一起去夜里吹吹风。吹冷风了，在哪里？差不多得了，不然会感冒的。我已经感冒了，别说了。对，都哇的哭了。嗯。还喝热热水哦，喝热的，话都不会讲。哎，我都不想吃了，没胃口。今天去配了点药，我配了，我这药估计能吃两个月。哎，那个药盒子你要不要一个？我不要。我自己可以搞定，我吃那么长时间了，这东西肯定我自己能搞定。那我那个就不能吃。谁呀？微信找我。你看你，嗯。吃什么吃什么？没有勺子，对，没有勺子，直接这么吃吃吗？嗯。微信运动，现在都几点？都十一点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今天的微信步数是4600。那我应该跟你差不多。啊，其实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我累在哪儿，就感觉很累，可能是心，我觉得还是心累主要，因为身体反正已经累得已经没有感觉了，可能心累会比较多。
我昨天5点钟才睡着，一直在那里也不知道干嘛，累，但不知道累的什么。今天还要选图，选完图呢，我想自己修好了给他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修不好，我觉得他们弄不好东西，所以我想自己搞好了给他们。然后11点起的吧，还是11点左右起的。对，我睡的也不多不少，可能就是偏少吧，但是也能活，就是这样。睡太短了，我觉得。作息倒也不是规律不规律，就你要规律，在这边也规律不了。本来今天是回家的，然后不是因为疫情嘛，对，上海现在就是那行程码上面有一颗星星，还好我没有回去，不然也挺麻烦。马上有颗星星，那星星可多多重啊，那马不会被星星压到吧？马上啊，你可以把你的面膜压下来，星星能骑马啊，那还挺聪明的，沸沸沸沸扬扬的。嗯，我来吃个啊，我不想吃这个，但我感觉好像会饿嘛，到时候。现在吃，现在11:04，好浪费啊！真是浪费，占用了我吃饭时间，害我的饭到现在都没吃，现在都冷掉了，不要吃冷的，有。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翻了。什么东西？云上面有个云，是吧？这个。嗯。这里还有一个云。哇哦！就你把这个拿掉。双层的。嗯。就是云，双层里面还有。哎，我收到了那个花，哎，这什么来着？黑玫瑰，哎对，但是现在被我放在后面，就是靠着。这不是白玫瑰染黑了吗？对啊。难道你觉得真的有黑玫瑰啊？不知道。世界上真的有黑玫瑰吗？不知道，我知道有黑玫瑰这个服务区。黑玫瑰，将在此再吃。当然有哎。将在。那肯定就没那么容易。没那么黑吧？没那么容易搞出来这个。那上面应该是喷了那个什么东西来的，玫瑰斑头。摸鱼，画好了，眼皮要搭下来，但是吧，会红玫瑰有多好？嗯，好了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人下播了。人下播了，灵魂还没有下播。对，人是下播了，但我的精神还没有下播。各位再见。哎，怎么关？电不关。